因为在场所有吼，拢是对我足帮忙，啊，对我实在足疼痛的足热量倍。啊，我若一日吼念恁的名念了，这个节目嘛差不多结束了。所以我伫遮，我想深深的一鞠躬，真正非常感谢所有听受福文、听受台湾土地、为台湾民主、为台湾国人打拼所有的咱少年朋友，还佫是大人、大哥、大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福文今日看到这个场面，真正足感动的。我常常讲，与其你规工在厝内，踮遐画三好加一好，不如咱就勇敢站出来，用咱这种场面，用咱这种声势，来台湾政府讲，拜托的，阮台湾人绝对袂当看你这种恶质的政权继续落去，大家讲好唔好？亲爱的时代乡亲，朴文最近足无闲，前一阵仔为着讲咱顶届选举，足侪人讲奇怪，咱投票数内干外干拢无，咱着紧吼选举了，着紧拍拼组一个内奸外奸的三万守护民主的部队。我即摆伫全国个世界会一直咧训练监票人员，都拄咧训练了。后壁佫马上来布一个讲，国民党讲即摆要办一个叫做合适的诈术公投啦。结果头前三万大军都还袂开始安尼好好的整军备战尔，后壁就开始转到所有的基层反核讲座，咱就爱去行。好，啊，就即摆拄咧教的时阵。雄雄后壁过来搏一份，搏一份啥？服贸协议搁出来。亲爱的乡亲士大，过去朴文定定，不管是电视上，还是伫广播内底，我拢讲，我讲吼，咱台湾人唔好吼，看头看面的。迄有当时啊，雄雄，你安尼困一面起来，台湾就去互骂去啊。吼，我迄当时安讲出来，足侪人嘛都啊惊，你危言耸听呐，少年人讲话唔安尼。结果啊，迄当阵讲我危言耸听的人，即摆拢给我回失礼啊！伊讲朴文，你讲了有影呢？啊，当服贸协议，阮遐尔侪百行百业，大家拢唔知，雄雄讲阮一切起来讲服贸协议，讲已经签落啊，签落，咱阁唔知影签啥才会害呢？所有的百行百业，即摆开始紧张啊！但是即摆开始紧张，敢会有？人伊都签落啊，要安怎？咱人民的力量要站出来，你讲好无？亲爱的乡亲士大，咱台湾即摆面对危机真正足大。这个服贸协议，等下因为还阁有足专业的许忠信许立伟，我上尊敬的许立伟，等下来大家说下。足不容我赘述，我会从这，我要继续讲，就是你讲像台埔事件，台埔事件。我会记得，我是台湾第一个伫公开伫媒体，我讲刘振宏，你这个代志无处理好，你是百分之百的高官。为着这個，我甲台埔我嘛结缘，三年外的时间过啊，一直到今麦，我昨也搁伫电视台拄到张耀菊迄个妈妈，伊看到我安尼目屎也要流落，其实我看到伊，我目屎嘛要流。我实在足要讲足歹势，足歹势。三年外的时间，咱去用到迄种小代志，真真正正咧受苦。因三年外的时间，甲即摆还阁去用糟蹋。各位亲爱的乡亲士大，台埔即阵农民，即阵张耀菊甲因所有诶厝边隔壁遮诶人，因讲是讲伫苗栗关遐赤炎炎，讲动不动我著要甲刘振宏输赢，讲吼。我就是要甲你拼县长，我要选立委，我要选代表，我立场总要甲你讲。应该是安尼，无。这个人，因咧生活过程中，甚至过去，因根本就无咧插政治。因敢想要安怎？想讲有一个田，咱好好种田，啊，吼，互台湾人食，啊，咱有一寡收入，咱乐天知命，吼，咱好好过咱的日子。伊嘛无想要甲政治交叉着哦，但是。伊无想要甲政治交叉，
政治就会来惹你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咱台湾人唔好讲啊，迄政治的代志，互因政治人去插就好。各位乡亲士大，政治就是咱大家的代志，咱大家拢来插好唔好？我要请教各位，台北的农民，因敢一日干要到刘振宏输赢？唔是，因嘛是后来才知影讲，吼，原来这个政权是安尼做咱人民。我要请教各位，洪仲丘因的爸母带来台中，因敢有讲，吼，我要到胡志强拼，我要选立委，我要选县长，我看这个政府袂爽，大家要游行，因嘛无，过期因嘛无。伊嘛是讲啊，咱生意着好好做，咱生活过去着好。政治吼，唔好去插啦。但是嘛，伊无去插，政治有在惹着无？拢惹着。所以咱有一个观念要改变，咱绝对袂当讲政治甲咱无关系。在座所有乡亲，我相信你有这个观念，但是咱足侪人也无这个观念。爱靠咱去看，大家讲好不好？亲爱的乡亲士大，刚我嘛才拄热身尔，即摆讲剩两分钟了。实在，主持这么主持久，有当时哪里有开咧吼，讲袂了。但是我要来各位乡亲报告，破运动车真认真，想要拜托咱所有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拢是咱上重要民主的证据。咱毋是讲动车讲互家己听尔，咱来透过绿豆咱传播出去。咱透过咱厝边隔壁来做一下宣传，咱今仔这个题目真好。咱国家有危机，这个危机已经讲未了，所以咱出来就是咱公民嘛要尽咱的责任。咱公民绝对袂当干阿同阿讲三好加一好。好，我们来大家讲一下咧。过去我伫咧选举的时阵，迄当阵伫石门，伫石门吼，我想讲。破文哦，只要飞鹤家园这个牌啊挂出去了后，大家一定咻咻咻。我会记得我当阵第一场伫石门开说明会的时阵，我一去哩，我就讲，让我们来建立飞鹤家园，好不好？就像大家拢点出出来。结果看第一声俩，后边三分之讲走出去，我想讲，哦，迄自信受到足大严重伤害，我唔相信。我第二次我再用台语再讲一次，我讲咱来建立一个飞行的家园，好唔好？好。因现场是像大家爱话好，搁三分之搁走出去。我想讲这声，甲北京话嘛讲啊，台语嘛讲啊，啊客话歹势我都袂晓讲，啊唔知要安怎。头前剩三分之，这三分之你有讲甲无讲拢无差，因为迄是我家己的干部。安尼要安怎？那想讲我飞鹤家园伫石门，那会无票？结果我结束了后，有一个时段同我讲：“杨博文，你安尼遐夸伤重啦！石门遮个人吼，足侪人来扣啥？扣核电厂的回馈金，因足侪人怎么做约聘雇人员？你一来怎么画飞鹤家园？因等于拢无饭阿吃，因来骗你。”哦，啊，迄当阵吼，我一寡无聊做热情的哦，我一寡做你做热情的，心内就骄啊，就错啊，你知无？因为伊拢做热情啊，足为我好，足听我，都错啊！讲咱当遐为咧飞鹤家园创啥呢？为因的性命创啥呢？啊，因搁在安尼反对，我马上来迄助理吼，甲我的朋友讲，我讲袂使，点滴，咱唔安尼讲，吼、哦，不管安怎，永远人民上大。咱永远吼爱替人民的问题来找解决的方法，无要紧。咱即马来讲，向阳台讲飞鹤家园，确实因都无法度接受，因为巴肚的代志无法度顾，无要紧。我着紧转去吼，立法院去找资料。刚才我过去立法院找了袂歹，马上找一个核能后端处理基金，有2200多亿。好，马上就提出来了。我们吼再把飞鹤家园的议题主轴把它结合在一起之后，来政见稍微做一下论述之后，我们说我们坚持飞鹤家园，但是之后我们可以用2200多亿的核后端基金，我们提拨一部分来建设地方，回馈地方，啊，你大家慢慢来当接受啊。所以我刚刚在沟通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挫折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咱每当讲受到挫折，咱就惊，咱就唔敢冲。因为咱爱才骂家己呾，做一个政治人物，咱无迄个权利去骂人民。各位在座所有乡亲士大，恁拢会当去骂任何人，讲三好加一好，
但是今仔日我想要插政治，我干那唯一就是咱爱替人民解决问题。我无资格讲人民三好加一好，因为人民永远是头家，这就是民主，你讲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董家，不过家己个咧，常常该报告，咱绝对袂当灰心，我们绝对不能沮丧。常常有人讲破文，你可能生了较大块尔，所以你看起来永远较乐观，无呢？各位亲爱乡亲士大，破文落选迄天，自迄天开始，连续抱面少皮哭三天，你捌看过无？遮大块个人抱面皮敢会看哩？迄是偌艰苦，你知无？各位亲爱乡亲士大，你看美秀姐。美秀姐永远在大家面头前是那么的阳光灿烂，这么的笑容可掬，遐尼啊亲切。但是我请问各位，美秀姐，当她遇到说一届两届，尽管咱付出遐多，但是咱嘛是失败的时阵，伊会沮丧无？会无？伊会艰苦无？当然嘛会，咱来鼓励一下好不好？亲爱的乡亲士大，咱人的心拢是肉做的，咱人的心拢是有血有情有义的。咱会艰苦，咱会沮丧，但是拜托个部分拜托一下，咱台湾人真真正正无悲观的权利，你讲对不对？亲爱的乡亲士大，若是你后盖要讲三好加一好，还是你后盖要感觉失望悲观时阵，拜托你。看卖啊！你后一代，看恁囝，看恁查某囝，看恁孙，迄、那个可爱天真的脸庞，你就知影讲，咱袂当阁喊三好加一好，咱只有会当继续落去拼，好唔好？因为若是咱这代，咱就喊三好加一好，后一代要安怎？若是咱这代，咱就感觉失望，咱要安怎？所以破文拢白讲，破文不谈。当家顾不家己，我家己嘛继续拼。你讲像这公民责任，各位亲爱乡亲士大，你们有没有尽的公民责任？有言你有出来无？机会公民你有出来无？我相信大家有出来，但是足侪人还阁无出来。迄天白山军讲三万人，有个人就讲足侪啊。我讲台湾两千三百万人，出来三万人，你讲足侪，你是咧讲什么小朋友？咱大家要让公民的责任尽了，破布不是跟人讲，破布来去做，包括我去挑战监管选举，我嘛是做给大家看。公民责任，各位亲爱乡亲士大，我无像江阿姐的财力，因为江阿姐对我足帮忙，郑大哥即马嘛来到现场。我过去不管你选举的时阵，我接受大家足侪支持，不管出钱出力，但是破布家己。我嘛是三千名救援投手之一，破箱嘛，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？现场的时段，你有能力的，拜托你，真正一万块无算多，讲真正嘛无算少，但是这是一份心。你有法度，你加捐一寡；你若无法度，你出来嘛无要紧，甚至你讲。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出力，我嘛无钱，我甚至行动不方便，我嘛无法度替你出来行。无要紧，你哪里有得开出来开绿色斗争的节目？你斗听嘛是一种赞助，你讲对不对？亲爱的乡亲士大，破文，我嘴感觉温暖。破文用我上大的热情拜托大家。上尾啊，我是希望大家会当提起勇气，大家手举起来，大家这个拳头要来严甲紧紧紧，阿兄们，招我一个来右手举起来，咱喊一下台湾加油，台湾需要加油，一定爱拍拼，好唔好？来，我台湾，你我加油，好唔好？台湾加油！较大声嘞，无莫叫袂惊，台湾。谢谢罗兰，感谢咱何博文啊。